都白掌声有请。感谢冠先生，相声大会节目一场接着一场，太对了。刚才二位非常的辛苦，是下去休息休息，哎，把这口气给咽了。我这场呢，脖子最后下去就死了。哎，怎么下去就死了呢？什么叫把这口气给咽了呢？那应该怎么说呢？这口气换喽，把这口气换了，哎，换完再咽。嗯。总而言之啊，早就该死，非常的辛苦。哎。这场呢，把我们俩换上台来，把我们俩人。话言望去啊，来的亲爱的观众朋友特别的多。哎，按照惯例来说呢，我们两个人应该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了断。哎，不，别讲，自我介绍。哎，自我介绍，自我介绍，就不要给他们陪葬了。那是当然。先拿我来说，我是北京德云社的一个青年相声演员，一个90后的小学生，我的名字叫李小奎，谢谢您各位。介绍完我以后呢，隆重的介绍一下旁边的搭档。哎，说我了。他叫张肖白。哎，听我。好、谢谢您各位啊。听听，还有人叫好。哎，足以说明什么呀？什么呀？您相声说的特别的好。哎，没有。是不是？哎，没有。我特别的喜欢你。哎，而且来说呀，通过我们大褂的颜色、衣服也知道。啊，怎么呢？我们俩不是粉对儿。哎，人家有定搭档，人家有自己的搭档。对，德云花魁关九海，是就后边那个娘们他们两个人、啊、你平时说这话我多少得反驳你两句。那今天呢，穿的确实跟个娘们儿。好家伙，您后边的观众啊，对，您有可能不太了解、那个、对对对，穿一粉靴的粉褂就有多粉呢？ Hello Kitty 站在前面都是个爷们儿。不要不侮辱人，我是有点侮辱 Hello Kitty 了。最起码还是个大老爷们儿，就是平时娘们唧唧的，你习惯了就好了。他们俩是一场搭档，我们俩固定搭档，那倒是。我们俩为什么临时一场搭档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比较喜欢人家。哎，因为他呀说话，这个相声说的特别的好，而且是我们德云社为数不多的一个高材生。哎，争不上，你就别客气。没，这我实话实说，这就是实在是好。确实是不错，你看我跟他在一块儿，我都紧张。您别紧张，您真冻的。你还冻的？你们冷吗？我觉得这边啊，你们冷，扛着一会儿，娘们上来就不冷了。你们后边冷不冷？冷，简单，鼓掌就不冷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也冷，我在台上我也冷。那你给我鼓掌啊？不是我不冷啊，不是愣要你们的掌声，还没愣要你。你鼓掌，你不活动活动吗？哦，你活动活动，你是不是就不冷了？那倒是。而且鼓掌的掌字怎么写？怎么写？你说。到底你认识不认识？废话，我不认识，我能说出来吗？但是我也得让这个捧哏演员有点事儿干啊。上面是一个很高尚的上，下边呢，手掌的手，什么意思？您说，就是鼓掌的手都是高尚的。怎么没人理我呢？怎么都不想做一个高尚的人是吗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你怎么了？是愿意跟您各位互动哦，相声演员嘛，是咱们互相动着，不是那么的动着，是这个是互动，互相开心的逗弄着玩儿。哦，这么多互动，没有这仨服务员讲和我挺好的。而且来说呀，我们俩实话实说，这个合作的机会比较少。哎，不多呀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觉得，在我心目当中，我们哥俩说是哥俩，其实也不是啊。那怎么着？是爷俩。这怎么弄？因为这是我为数不多的一个小师叔。哎，我们两个人在什么？您呢？小师叔吗？叫师叔啊。那谁是谁师叔？怎么没明白啊？我是你弟师叔啊。怎么不说？就这么论吧，就这么论，无所谓吧，无所谓。就是他是我的师叔。哎，为什么我们俩在一块儿呢？在我心目当中，我觉得我们俩是一类人，跟后台就这帮货们，我们俩不一样。你先等会儿。嗯，咱先甭说跟他们一样不一样，后台那些个什么货。而且今年的情况来看，说后边那是存货，但还不是
不是存货都出去商演，都出去录节目去了，剩我们这些小三宝存货。小三宝，六个演员盯一场，六个节目。哎呀，就你这个嘴，我这个嘴怎么了？后台这些人全让你得罪了。什么叫后台那些个货们呀？那怎么说？贱货。就是咱们俩别从这儿下去了，咱从这儿跑吧，咱俩。后面四个人也都打死了。好家伙，还有主持人呢。主持人是个怂货啊！我们两个人就是我们是一类人，咱跟他们不一样。不是你先等，咱俩是一类人是不是？咱俩哪一类人？咱俩是有文化有学历的人。干什么？他怎么呼驴呢？这儿不是咱有文化有什么学历学识？这个敢问您的学历是？你管着吗？我学历，我也高材生。你看看，你看，他们说一定是，后来定是没气儿了，不说了。没有这个，不是您怎么您就还有文化、有学历、还有学识？你有文化吗？我不敢说有文化，但是我有学历。我不敢说我有学历，但是我敢说我有文化。那就是没学历，那就是。学历重要吗？是在咱们单位确实不重要。啊，当然了，在娱乐圈不重要，不是在德云社。好家伙，你们要理解我，我刚从东北回来。那也不行，是不是在德云社学历确实不重要？但是最起码我上过学，他们没上过学。我敢跟他们较劲吗？你得说是上过什么学？大学。咦。看看他们怎么认可。大学啊，你确定是大学是不是？我还肯定呢。你老啃那玩意儿干嘛呢？我怂。不是，您大学，您是上过大学的人。对了，那哪个大学呀？你管着吗？你上过吗？上过呀。你上过什么大学？天津财经大学。啊。你们是不是没上过大学？没有。他就说一天津财经大学，这有什么可不上？冷了。啊。这就是咱们今天的节目点，知道吗？但凡冷了，你们就鼓掌。后面这个是啊，后面的空调更不管用。别说空调的事儿，嗯，问问大学的吧，我能说出来。我比你高，比你强。比我高，比我强。我在北京上的大学。北京。北京上的。什么大学？985大学。哎呦！你看，985得去哪？长好多985的。我呀，哪儿上的985的？什么旁边有大学吗？旁边那是岳云鹏的大学，那是。对他跟他舅舅不是校友。能跟他是？我都看不起那跟他校友。你等我回家再道歉的，先让你们开心，咱再说。对。我在北京上的985。我问你哪儿上的985？始发站上的。公交车呀。从田水园出发的，知道吗？到那时候十八里店呢。那是不是还有211呢？211我没坐过。二月开头的是夜班。夜班我夜里不出去。是吧？一到晚上我都喝多了，还出去干什么呀？是，没有上过大学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没考上嘛。嗯，不是我小时候家里穷，我就没上学。家里边没钱，供不起我上小学、初中的呀。小学、初中的是义务教育。什么义务？对，义务。我一河南孩子，我跑义乌上学，我有病啊！我不去义乌。是你是说的那个浙江义乌是吧？啊，原来你是个小商品。你这要发快递过来，你是小贱货。原来我是拿出去卖的。没有您这个义乌教育，算了，我跟你多说就。义乌是什么意思？你说出来，我不用交学费，不用交学费，对，就是他不要钱，对，他不要钱，我不去。就这么倔强吗？不是倔强，小时候怕黑，就不上学去。
哦，您家离学校远，天没黑，什么天没亮你们得出门。不是啊，可学校黑板是黑的，看见黑板我害怕，所以我不去。你该死去！我今天要死了，你们谁都演不了。你看见我这黑大褂，你怕不怕呀？现在这习惯了，现在都长大了。是没有您说这，没有说学问，也没有学历，啊、但是不影响我说相声啊，这是不影响。跟这帮人同流合污，不是跟这帮人一起打工干活，完全可以。哦，对不对？学问都够用了。是吗？那当然。都有什么学问？您说说我听听。什么学问啊？瞧见这儿没有？瞧见了。你知道这里面什么吗？是是是。你别乐，你们知道这里边什么呀？知道。下水那不是猪呢？后面的观众，你们知道这里边什么吗？是。孩子。我是公的。我跟那个穆隆什么，他是前面什么？我都不认识呢，我跟你说。他是公的，他是奸奇的啊。你说这张话我都不明白。这里边都是学问，各位。学问能耐，哎呀！是你这么冷吗？不是，你都学问，真的都是什么学问？这是酱香的，清香的，这是皮的，这是红的，这是汾酒，荷兰弟啊，隔着一肚子酒是吗？多新鲜！你天天跟你舅舅跟你师傅不就这个吗？能耐没教你，教你净喝酒了。跟他们喝的少，跟张伦喝多。这里边都是书本儿，都是书本儿。对子，哎呦，我都没听说过，没听说过，你可以摸呀。收费吗？不要钱。那更不敢摸了。大白天的要什么钱呢？还有隐性消费啊。我不是那种人，知道吗？要不你，我先看看我那反诈 APP， 现在想没想？没听说过，在德云社能想那玩意儿吗？是不是？是的。要想在德云社炸了。对，在德云社不能想，他直接炸了。不是我一个人念，来吧，别客气。可以摸是吧？你还挺热乎啊，那离我的手热。要不说我不冷呢。哎呀，太逗。摸什么？摸着了。什么呀？五十三的。五十三度的是吗？不是，你让我摸什么？你不是，这里边一本一本的书啊，摸着书让你摸书的吗？有书。对了，没摸出来。别客气，慢慢摸。哎，好。三国。没有。啊？没摸。摸着。演义。上下本的是吧？上下本不是？没听说过。啊？没有，压根就没有这回事。没有吗？没有。水壶不是水壶，水壶吓我一跳啊！水壶应该是在往里边有没有？没有，说没有就完了。没有，要逗我干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的团长，我的团，又没有了，没有是吧？电视剧的，摸这儿，五金，没有，摸这儿，嗯，四叔。更没有了，没有吗？没有，不能啊！啊，我从你眼神当中看出来了，看出什么来？你摸着你四叔了，你好好摸摸你四叔，你详细的摸摸你四叔，你四叔乐意让你摸。那你这，您也过来，您也摸摸啊，摸摸你二大爷。你告诉二大爷什么叔人？你管二大爷？五经四书嘛，是不是？没有您这。虽然没有什么学历，但是平时在家里边就爱看书啊，啊，就爱看书。对了，哎呦，提高自己的学识嘛，哦，文学，长自己的能耐。平时在家里边约三五知己，嗯，约到大家我们家里边啊，吟诗答对，哎呦，这是我们的文墨消遣，呦，文人墨客，还文墨消遣，这是我们的追求啊，这不是追求，关张吧，怎么就鼓掌啊？好，这好。谢谢大哥，刚才那大哥就鼓掌了一下，你们都没人理他，现在他又一个人鼓掌，更尴尬了。就是，这是我的追求，这是您的追求。对了，哦，那您这个具体的，您说有什么能耐，咱们能不能现场的验证一下？干什么？好，我聊聊，你听听就完了呗。什么？干嘛呀？不是现场验证不行吗？检验一下，您老说好一肚子这个那个，行。
别勉强，我感觉不勉强，有点为难。我怕他们造反，那就怕谁造反呀？不至于的。那行，可以，可以，咱来回文字游戏，来不了。这为什么来不了？那么冷的天上哪逮蚊子去？逮得着吗？我跟你闹呢是吧？不是文字游戏，那文字游戏啊，文字又不是那，不是那蚊子，哦，不是那小蚊子啊，对，可以，文字游戏，咱们这文字游戏有主题有题目，你说说，咱们来一回八大吉祥，何为八大吉祥？你看，咱找这么几个字啊，啊，应该是八个字，但是咱时间有限啊，咱说四个，行，天桃香八，天桃香八，哎，下一题，我说完了吗？啊，我说完了吗？不是完了吗？就说这四个字啊！啊，我用你说这四个字，我用你啊！还有什么？有规矩，我还有规矩。这四个字拆开了能变成两个字啊！咱们拿这个做个文章，嗯，这么着，每个字儿啊，咱们做这么四句诗，嗯，说着诗呢，合成押韵就行，嗯，哎，头一句把这个字拆开了变成两个字，二一句、三一句得有一个问答的形式，得是谁问谁。问谁上哪儿去，而且最后这一句回答这个上哪儿去还得落到这个拆开字身上，而且这三个人还得有要求，同朝同代，说得上话。你仿佛吃了苍蝇。你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就你说的就这么一大套啊啊！我有一点点不明白。哪点不明白？什么意思？你这就不是一点点不明白了，你这是都不明白，就越听越乱乎。你这样啊，我呀，我给你打个样，打个样，就是举个例子。行行，哎，得说一个三口。你别举例子啊，你举个花生吧，要玩下酒。我紧着用英文给你解释呢啊，那就是打个样。行，哎，我先说，我说完了您再说。可以，哎，先说这个天字啊，说一大念的天，天，哎，嗯，一大念的天。第二句，吕蒙问孙权。哦，哎，下一句问关羽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麦城宾两天。关二爷对带着麦城，对，死那儿了。这我知道啊，《三国演义》咱看过，是不是？那这应该在《演义》那一本里头，对不对？这咱有啊。哦，继续，莫就继续。嗯，我说完了，该您说了。完事儿了。对呀。该我了，该您了。行，嗯，一大念个天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啊，这就挺不好的。那当然了，谁问谁能赢能捧我，我挺开心的。这个好，谁问谁？豪仙问陆仙，这俩人是谁？还好那大哥呢？这俩人是谁？我这吕蒙孙权大伙都知道，有这么一本书啊啊，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啊？您说，叫《西门娘子传奇》。是电视剧啊，后来改成电视剧了。对，是不是三年二拍？对对对，白蛇传里边啊，嗯，有一个看守灵芝宝草的啊，豪仙陆仙，豪陆二童子。对了，哦，这俩人神仙。哦，豪仙问陆仙，行，可以可以。问谁？问南极翁哪里去？哦，这南极翁是谁？南极子，老寿星，分头大脑袋，闷儿。寿星老，你听我听这动静像牛魔王，这是大分头嘛？哦，分头大脑袋。哦，寿星老，寿星老上哪儿去？跨豪上南天，骑着他的大仙鹤，郭德纲，郭德纲，郭德纲，五虎节上南天门，奔南天。师傅挺累呀、啊。他那个鹤是普通的鹤，他最起码走，飞的时候他得先助跑一下嘛，助跑鹤。嗯，是跑鹤。嗯，那要是他要临时就不想起飞了呢？不想起飞就鱼签停。好，好，俩人。大家一遭就遭这俩人，遭这俩人，挂号上半天。你等我一会儿再上来的时候。行行行行，算您说上来了。来，咱往后说，你说二一个字。二有这个桃桃啊、嗯，说穆兆念的桃，谁问谁？许褚问张辽，问谁？问蒋干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相府献寿桃。
相府县寿桃。对了，曹操过生日。没错，还真是。您这是三国村。对，我这每一番都是三国，每一个字我都是三国，句句不离三国，句句不离三国。对了，那我句句不离金门娘子传奇呀。不要提这个啊，待会儿说吧。就都是白蛇传啊。一大聂个天桃，哦，一大聂个桃，木照聂个天桃啊，木照聂个桃桃。你打便宜人来的，说对了还打我，这是习惯。木照聂个桃，谁问谁？麋鹿问仙毫，这俩又是谁呀？还是那俩人，刚才是他问他，现在是他问他，俩人聊得嗨嗨皮皮的。娘，你问他，他不理你，帮你一嘴巴，俩人就打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咱们这还是也怪怎么不乐意了，是不是？大仙问咱先不说怎么着呢。快点，真不乐意了。麋鹿问仙毫，哦，这还是个对话。对了，哦，问谁呢？南极翁哪里去？南极翁，南极子，老寿星，奔头大脑袋，闷儿。瞧，又是这南极翁。大奔头到哪儿去了？是不是？三月三赴蟠桃，蟠桃盛会。哦，蟠桃会。王娘娘过生日。对，你这曹操过生日。是，我这天上的，你这地上的。对，我这女的，你这男的，我这神仙，你这凡人，他们两个人。不是两口子，问你了吗？我想往外一块儿窜，我但是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对，多亲戚见不着面儿、啊。那当然是。哎，算您说上来，该行。接着往下说，说这个香香，说何日念个香？谁问谁？鲁肃问周郎。问谁？问刘备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甘露寺去降香。甘露寺去降香。对了，龙凤呈祥。哎，刘备招亲。还是三国的事儿，对，句句不离三国吗？你瞧瞧这，该我了啊！哎，说何日念个香？谁问谁？豪邦问入邦，问怎么还一帮一帮的呢？因为他前面不是给这个王母娘娘过生日去了吗？啊，王母娘娘过生日，王母娘娘一开心，让他官升三级，给他放了好几年的假。嗯，回到家以后，他们俩没什么事儿，就生孩子。多少年回来以后，哎，一帮一帮。对不对？这个繁殖能力太强了，这所以说，豪邦问陆邦，哦，问谁呢？问南极翁哪里去？哦，南极翁是南极子，老寿星，奔头大脑袋，你学的那么快的吗？我就知道是他。行，大脑袋上哪儿去了？洗澡擦香香，是不是？因为他老非是那个大仙妇呀，天上他有灰尘，他也脏了，是不是？回家擦香香，洗白白，擦香香，穿一个小粉粉，是，换一个黑大褂，马上就上来。来，来快点，黑小粉的先挂上。一会儿他俩还有合影，那你管他们去了。一会儿就冷了，知道吗？老爷不活动活动，你看他都活动了，他也粉呢。后边你能理解，一会儿就明白了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赶紧跟你说完，赶紧下去，我也暖和暖和去。最后一个字，你暖和之前，我能通知你个事儿吗？您说，你把那空调开开。一会儿再说吧。哎，最后一个字，什么字？说这八八，哎。听我的啊，你说说，撇儿那念个八，谁问谁？唐僧问白马，嘚儿，嚷嚷半天，终于让我逮着你的破腚了。你看，我这裤子刚补的啊，怎么成筋坏了我？没有，那叫破腚。那什么，就是你破绽。站着那个腚，你让我逮着了。没有，你说了，句句不离三国。对，怎么聊着聊着到水浒了？水浒。我这是水浒啊，那什么红楼梦，不是这个，怎么到红楼梦西游记，怎么到西游记了？就是我就是改变一下。为什么？为了让你也改一改啊，就那个豪啊，鹿啊，尤其那大脑袋。大脑袋不好吗？让他们休息休息。大脑袋挺好的，大脑袋，大脑袋有一定的权利。对对对，大脑袋骑摩托车呢，这样啊。别说他了啊。让他们休息休息，让大脑袋休息，让大脑袋休息休息。他怎么急的？还没急到南极呢啊！那倒是，为了趁着让你改，哦，先听我这个。行行行，说撇儿那念个八，谁问谁？
唐僧问白马，问谁？问悟空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高老庄去捉猪老八。这猪老八是猪八戒。你怎么不说猪八戒呢？咱们为了合辙，赶上这八张。哦，这个八字闹。对了，明白了。哎，该我了。嗯，说，撇儿的，念个八。谁问谁？豪妈问路妈。豪妈上话了。豪爹问路爹，豪叔问路叔，豪爹问路叔，就是你奶奶问你妈。哎，这怎么意思？这是奖金比武，拿你们家人比作古人，这是好事，美化你们家。哎，高抬我们家了。对了，啊，都是我们家的事，句句不利你们家。太好了，听您这个。不是撇儿捺，念个花。谁问谁？你奶奶问你妈。问谁？你爸爸哪里去？哪儿去了？河边当瓦